昨天呢，演员海清是抽空参加了一场公益微电影活动。我们都非常意外的是哈，一向在公开场合很少唱歌的海清，居然在这部电影当中秀了一把英文歌。很难很难，他会手把手教。在现场就录一遍，然后我们进音棚录了两遍。为了配合微电影中的异域风格，首映当晚，海清是一袭波西米亚风格连衣裙现身。虽然对微电影中的英文歌曲首秀还算满意，但你可曾想到，海清当年在唱歌时还有过这种表现？听过海清姐唱歌吗？听过，当然。又见炊烟升起。能在一个调上吗？啊，葫芦娃，葫芦娃，你什么？你跟藤上什么？对对对，马文唱的太好了，唱的太好，唱的太好了，我都听不下去。吴老师还调侃过你唱歌吗？我走调吧，是因为我对那歌不熟。像这歌我熟了，我就基本上不跑了。见识了刚才他唱歌的样子，对吧？我能找到一首能唱准的，你知道得是真的。我们要划着船儿，彩虹里呀彩虹里，嘚儿呀嘚儿浪游记，嘚儿呀嘚儿浪游记。可惜的是，吴秀波与海清两人在2012年的新树之后就再少搭档。面对着最佳荧幕情侣搭档的称号，吴秀波就提出了一个稍显浪漫的愿望。我知道广州东西好吃，所以我把我两个存钱罐都砸了。到时候我请你啊。出去啊？那穿成这样。陪你喝酒。哦。最佳屏幕伴侣。是是是，这个这才四步，早着呢。其实世界上最美的词汇不是我爱你，而是在一起。对对对，我们以后20年以后在一块演一对老夫妇。是我很幸运能够跟这些优秀的男演员合作。